这款小程序是真方便呐，平时不用可以收起来。现在人快递特别多，用它开快递也特别方便。还有一个隐藏的功能，它就是在背面配置了很多螺丝刀头，取出来安装就可以使用，特别方便啊，不用时放好就可以了，平时携带也特别方便。抖音。